当秘传太极剑，是在张山公祖师爷太极十三剑式的基础上，由武当秘传太极拳法的演化式子总结而出，是一套独具特色的武当太极剑法，又称之为武当秘传太极剑。太极综合阴阳二气，天下太和之象，对立而又统一的哲学思想。太极剑法沿用引申了太极的哲学思想，它的整体特点同于太极拳，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拳的延伸，意念与实态发生了改变，不是纯粹的意与气，而多了意气转移与静力导引的过程，将太极拳的神意气力疏导至剑身，而演化太极的阴阳互补，大道太和之行，体悟内在太和之象，乃秘传太极剑法之神韵。整套太极剑法的动作长短适中，刚柔并济，快慢相间，以取静舒缓移为其意境，同时剑的本身更代表着练剑之人的思想与正气。太极剑法其实是气场感应于天地宇宙，神意情合于阴阳变化的高深剑道哲学。秘传太极剑法的招式古朴无华，却又体透着无穷的奥妙与意境，以素真之本而化神来之寰宇，其太极与剑的神韵又通过人的意念来展现，静之如水之润纯，动则如火之旺盛，却又能阴阳相融，水火互化互克，这才是真正的太极剑学。武当秘传太极剑法，世事连环，变化莫测，要求练剑之人手持三尺清风，身居阴阳宝地，身带仙道掌气，出剑轻缓不躁，品图大道之气息。演练的意境当中，要有如仙鹤成云一般，又是清风万里，仙道轮回，奥妙万千。下面这就是对这套剑法的演练示范过程，下面请看。
Thank you.